步一脚印，慈济在美国走入社区服务居民，帮助无数家庭走过每个艰难时刻。I'm very thankful for this new backpack. I can use it for many things. Just really thankful, really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guys are doing for us, and just thank you, Suchi. 不只有居民的暖心回馈，位在加州的阿罕布拉市市政府也颁发感谢状，肯定慈济的付出。阿罕布拉这个城市呢，对我们来讲有特殊的意义。在30多年前，1989年的时候，我们慈济美国就是从阿罕布拉开始。这个社区里面呢，就是不同的人在一起哈，有华人，还有亚裔，还有一些墨西哥跟白人，全部一起。但是在那边的很多小孩子，200多的小孩子就是 homeless， 还有很多都是低收入。帮助贫困从这座城市开始萌芽，如今遍布美国，走过30个年头，依旧不忘出发心，要继续并肩向前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骆淑丽、高明哲，美国报道。